人赛事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给各位带来英超分析。切尔西对上南安普顿，切尔西是英超传统豪门，本赛季虽然多名主力成员离队，但发掘了多名潜力新星，球队双线作战，但整体表现不俗。南安普顿是英超中下球队，该队防守退化严重，赢球能力低下，本赛季更是趋于崩盘。本场比赛开出主队让球半，两队在整体实力上还是有些差距，看好主队拥有主场优势下，本场支持主队让分获胜。本场推荐切尔西减 1.25。 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咯，小宝贝热情邀请各位球迷们进群获取更多推单，心动不如行动，现在赶紧添加进群，进群请添加我的微信 LIFE 176666